情较袂散，蹦蹦跳跳的未来甲伊伴，一杯幸福茶。台湾小人物的感觉有没有？真的很棒，对，那种人赤脚踩在土地上的感觉。光听团名就知道啊，张三李。但是我觉得真的，因为张三李是非常有实力以外，你看今年金曲奖2017年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得了最佳 MV 的奖项，压力很大哎、欸。又是击败众多的好手、嗯，没有半个真人。但应该也是因为没有真人，所以才得得了奖。对，就这样吧。你们如果团体出现真人的话，人家会觉得你们就是靠外表取胜。对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在。有吗？有吗？先把外表，先把外表隐藏起来。对，当 bonus。